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艾瑞的环球日记，我是艾瑞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青甘大环线上的重点城市敦煌，结果在这里被我们遇上了十年以来最大的沙尘暴。Oh my god！沙尘暴来了，看天空不见了。哇，天全部都黄了。各位，我这个没有调色，你看现在天空就这样。哇，哇，风好大。哇，全世界只剩下一种颜色了，整个天都黄黄的。手机壳上、衣服上、头上、鞋子里全部都是沙。现在整个天都黑掉了。看现在天空，现在还是应该是天很亮的时候。一个大下午的，突然之间，大概在十分钟之内吧，天就全黑了。看远处的车已经看不到了，那边有车开过来，有车开过来已经看不到了。真的接近于伸手不见五指了，远一点点的东西，你看那台摩托车有没有看到？已经消失在视野里了。好，又慢慢亮起来，慢慢亮起来了。沙尘暴过去了，最严重的要结束了。看前面的外卖小哥，他往前开那条已经看不到路了，你看他消失了，就这么一点点距离他消失了，大概三五公尺就完全看不到了。哇，沙太大了。哇，现在沙更大，你看我后面那条路刚才有看到了，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。Hello， 刚才沙尘暴好大啊，我的天啊，突然之间天就黑了。我还觉得很绝望，觉得。今天行程要泡汤啊。好，现在呢沙尘暴基本上算是过去的，然后就等空气中的沙子再沉下来一点。对，那等一下我们还是可以去拍飞天，对吧？妆都化了，你看想念了啊，等一下去拍照。等一等，有点热了，猪皮还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的。
就平常就闭着，然后要拍的那一下打开，对吧 ？OK 的。哇，我们现在呢走在沙上。有障碍坚持。很累，一直保持同一个姿势，很酸。来，数哎，对，好了，可以。一、二、三。来，我数三啊，你往后站，你往后站，越靠越靠越近。这个肩膀耸得太高了，对对对，来，左边的肩膀高一点，左边，你的左边，我这边这里啊，对啊，你耸啊，你耸的是右边啊，来，我数三，来，一二三，哎，好嘞，动啊，来，我数三，来，记得三的时候睁眼啊，明白，好，稍微带一点微笑，不要大笑，好，啊，好嘞，来，一二三。哎，对了，真意，哎，真意，头沿着手啊，头沿着手，头低一点点，哎，对，平视啊，平视就好，歪一点点头，歪一点点头，哎，对，一点点就行了，推敲，跟你说了，来，一二三，哎，对，三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飞起来的感觉。来，我数三啊，来，一二三，哎，对，啊，好了，终于拍完了，辛苦啦！我再也不想拍飞天，当飞天好辛苦，我要当今天太累了。可是真的很漂亮，真的拍起来很漂亮。我刚刚后面看，我就觉得，非常有那个 feel， 对，这个钱是值的。OK， 好啦，那这飞天呢，就是很多人呢、啊、来到敦煌这边，因为他们有这个壁画嘛，对，就会拍飞天这个图。而且我今天下午有跟那个我的化妆师聊到说，就是因为这边有飞天跟西域公主，然后他说，我问他说比较推荐哪个，他说西域公主其实他觉得，没有那个中国特色，对，他说飞天就很有。而且西域公主的话，一来我们在印度有点也算是拍过，对，然后那二来就是我觉得，就是你其实不在敦煌也有很多人拍西域公主，对，然后他就说问我说你有没有去过西双版纳，我说有，他说西域公主在那边也拍得到，对，就是到处都有西域公主啦，然后他说但是飞天，对，飞天的话只有是敦煌的特色，所以他基本上他都会建议客人拍飞天，算是真的蛮美，我觉得有这个 feel， 然后加上背后的这个沙漠，然后到时候再 P 个图给你头上挂个圈圈，对，因为是非常非常漂亮的，好吧，那今天呢非常的
夸张哈，我们一下是这个沙尘暴，而且你知道今天沙尘暴是多大吗？今天沙尘暴是连我们的司机还有导游他们都讲说，就是这几年这样跑都没有碰过这么大的沙尘暴。嗯，对，所以今天我们也给他碰到了，然后呢，好险还是可以拍得到，对，非常赞。对啊，临时换个方案，换地方拍，换个地方拍，还是有拍到，非常非常好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见，拜拜。